是是。那么后来到什么叫沙发音乐？对，我觉得很多观众也会觉得，就希望从你这边来了解一下沙发音乐。沙发音乐是我从上一张开始的，上一张叫做陈洁仪的异想世界。因为我觉得其实出了快有十几张的，我觉得都是蛮主流的情歌式的专辑，是真的很想做一些不一样的。所以从上一张沙发音乐，我觉得非常适合都市人听，因为通常都压力很大。对，然后沙发音乐的特质就是能够让你很 relax， 很放松。那它未必是你可以跟着唱的歌，可是它可以陪着你。哦，等于一下班的时候音乐一放下去，再做做手边的事情啊，就是很轻松的感觉。对，沙发音乐。那最近这张叫懂得来讲，对，其实这也是沙发音乐的一个延伸啊。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沙发音乐是很电子，其实它也可以有 acoustic 的部分，然后它也可以是有温度，很人性的一面。所以比如说这一次的懂得跟珍重，它就是小品。同样的，我觉得那情绪都是比较平，就不要那种很激动的感觉。对，是听你的音乐已经是相当的有质感，因为你的声音很干净啊，代表小哥你声音更干净。我听你的 CD 觉得都也不用去了解，非要拿一个这个怎么讲前面的这个目录歌词的介绍，吐字非常的清楚啊。那都是被训练出来。你知道我刚刚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的国语讲得非常的烂，然后都是制作人这样一个一个字这样子。来来，这个我们感觉到陈洁仪好像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换气等等，有一点这个声乐一个美声的基础啊。其实我想那个基础不是很，就是我没有真正去读 opera， 很多人都误会了。其实在这里真的要说清楚，很多人都以为 opera 很难唱，而且真的要练很多很多年。我想我是因为在戏剧学院的时候有学过，比如说发声，还有一点点那种音乐剧的一些底。对，那我觉得有帮助。真的，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跟底啊，打底，然后再来唱一些流行音乐，这也是可以说是相互的用得到的啊。对对，说到很多歌手啊对音乐的喜欢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个人，有的时候是小的时候生长的环境。那么陈洁仪对音乐喜欢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的事物？其实我在因为读书的时候都是读音效，所以后来就是进入学校之后，我都是接触西洋歌曲。西洋歌反而是在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有听到很多中文的歌曲。比如说有一首歌，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妈她很可爱，她去读书有一个小本子，然后里面都抄了这个歌词。然后我就记得这首歌《南屏晚钟》，就是她唱给我听。对，那我可以应该可以，假如说推测的不错，那时候我常到新马，那时候你还小，那是十来年前的事。对，我读小学，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看到你在电视上唱。对对，那个时候我就常唱《南屏晚钟》，搞不好这个伯母还是听过我唱。哎呀，那么说到这个《南屏晚钟》，这样影响深远。哎，今天我们这节目啊，聊到哪就给清唱一下，听听看陈洁仪清唱，是不是挺有味道？《南屏晚钟》。好。哎，那麻烦来一个陈洁仪的 key 好吧，《南屏晚钟》。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大意重重，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红。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大意重重，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不错的。
哇、wow. 这么即兴之下还听到你唱了一首老歌，对，我而且我从来没有跟你对唱、感觉很好。如果你都是带领一些就怎么讲现代人的流行的感情感呢、跟这一类表情的歌、对于这些有年份的歌会不会很有兴趣？其实会啊，比如说你看刚才乐队老师的那个伴奏，我觉得很有那个有点 swing 的感觉，蛮好的。对，该不会小的时候你也常听我的歌哈？有，也常。对，我们那时候都是听卡带。是是，刚才陈洁仪还讲，哎，我小时候就听你歌，哎呀，可不可以这样讲？对、先问过。来来来，今天能请到陈洁仪真的太开心了，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啊，尤其呢现在的生态里面，好像纯歌唱节目真的不多了。对。而且我也不由自主的要赞美一下，在生态中啊，能像你唱的这么好的新生代真的很少了。没有，真的真的能请到你在我们这种歌唱节目中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种听的这种这个境界。谢谢。那么接下来给我们安排一首什么歌曲？也是我的新歌，叫做《珍重》。珍重。好，我们一起来欣赏陈洁仪带来这首新歌《珍重》。稍后马上回来。